好，进来的朋友们记得点赞扣一。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进来呢？哇啦呼噜阿德哇力を合わせるんだよくよない太郎いたよみんなそれ今は Hello， 有朋友来了，来到直播间了。今天星期二，晚上回家也没事做，所以呢，直个播啊，来给大家做一做这个娱乐，对吧？你们这个今天很闲嘛，来看直播比较无聊，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呢，拆一拆这个。拆一拆这个假面骑士头像吧。好吧，你们现在都在看直播吗？没有啊，没有送玩具吧？这个又不是新，又不是每个月的活动，怎么送啊？这个活动会送玩具。大家进来的这个朋友们，记得点赞啊 ！Kamen Rider Ghost。然后这个头像其实可以发光，可是我现在为止还没有买到那个发光的那个产品，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坑爹的。来，大家记得给主播点赞，如果说有这个小礼物呢，记得支持一下主播，谢谢。这是发光扭蛋吧？这是发光扭蛋的一个套件，那目前为止那个我还没有买到，所以呢不能发光，算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把它装回去。大家可以提问题，可以聊天。没有活动，最近星期六再说吧。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假面骑士 Necron Mega Furon。 来看到这个就是 Necron， 这个里面其实可以发光，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买啊。おしれろが力を振らんよよくよない。什么？奥特曼可以啊，可是我看奥特曼的话要看哪些呢？你们说出来我就拿出。大家来到直播间记得点赞，如果有小礼物呢可以送一送啊，下方可以送甜甜圈啊，大气。我这些头像的确挺难收纳回去的。星球大战我没有任何的一个产品，感觉我不是星球大战的粉丝啊。赛罗可以，这个可以。我现在拿出来。你们想看这个？哎，怎么今天星期二还有600多个人？我比较的纳闷，你们今天都很闲吗？难道说菠萝的粉丝已经布遍大江南北？